野生厨房二在《陈情令》禁止录制，王一博确定参加，网友要合体。大家都知道，汪涵不只是在《天天向上》做主持人，他也是会去其他方面去当主持人的。这不，他的另一档综艺节目也是即将开拍了，这档综艺的名字就叫做《野生厨房》，如今第二季也是即将来袭了。《野生厨房二》到现在为止也仅仅官宣了汪涵作为常驻嘉宾，而其他的常驻嘉宾仍在保密当中。而且最近也是确定王一博参加，就在今日，有网友曝光一组《野生厨房》在《陈情令》中进士的取景的拍摄路透图，《野生厨房二》都去了《陈情令》取景的录制。有知情人透露，王一博将会担任这期的飞行嘉宾，真的是非常的期待王一博的表现了，毕竟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忆。除了王一博担任这期飞行嘉宾外，也有网友表示另外一位的飞行嘉宾将邀请到肖战，不知道这两个人会不会在同一期出现。你们期待这档综艺，欢迎在下方说出你的看法。